一名家住新城乡的男子到富里乡找朋友，却酒醉路倒在富里村的中山路上。分驻所的巡逻员警看到了，赶快协助把这个男子呢送到富里火车站，同时自掏腰包帮他买车票，让他搭火车回到新城。一名家住新城乡的男子到富里乡找朋友，却酒醉路倒在富里村的中山路上。分驻所巡逻员警见状，立即协助将男子送到富里火车站，并且也自掏腰包购买车票，搭乘火车回到家。车老带你到火车站了哈。我内疚，是吧？哎，都我们一样哈，垃圾不要乱丢了哈。这个来盖起来，由于适逢毛毛细雨，能见度也不佳，生怕男子发生意外事故，在问明住处后便主动将他送到富里车站，并且帮他购买火车票，搭乘火车返回新城住家。也提醒民众饮酒要适量，酒后驾驶动力交通工具以及慢车、脚踏车，酒后请找代驾或者是搭乘计程车返家，千万不要拖着无力的身躯自行返家，以防止意外以及交通事故的发生。记者高雄双富以乡采访报道。